下边再请您欣赏一段郭德纲于谦带来的传统相声，这是仿学传统曲艺形式西河大鼓的一段作品，学西河，有请。大伙鼓掌了，说明一个问题。您喜欢听相声？可不吗？相声不好说。哎，我一直说相声等于是高科技。怎么叫等于高科技呢？别的行业都有章可循。嗯。唯独相声没有规律，一个人一个样。嗯。亲爹这么说，观众乐。嗯。儿子再这么说，观众就不乐。是。不容易，因人而异，就是一人一个样啊。对，我今天剃这么一个头，穿这件大褂，说这句话，你们都乐。嗯，明儿留一分头，您看着就可恨。也别说您恨我，看着都恨得了。看来光穿一样的衣服也没什么用，是吧？看我干嘛呀？少说话。嗯，哎。我不要说话，别说话啊！听你的。常听相声都知道，嗯，相声传到今天100多年历史了。对，出了多少位高人和名家？哦，当初有一阵儿有一个相声八德，八德，八位名字带德字的老前辈。哦，推动了相声的发展。都哪些位？马德禄，嚯，这是有。玉德龙啊，这是大师兄。刘德志，嗯。焦德海，对，刘德华，哎，啊，郭德纲，没有了，徐德亮，我不想再耽误我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前面对，后边的都不对了，后边是去年新款的，嗯，什么呀？德字以下就是寿字，寿字有张寿臣，嚯，大师，尹寿山，嗯，李寿增，哎，活受罪，谁呀？老前辈呀、啊，谁叫活受罪呀、啊？死了，死了，活受罪，压根儿也没这么一位呀、啊。再往下就是宝字辈的了，宝字是侯宝林，哦，艺术家，孙宝才，对，刘宝瑞，有，常宝坤，对，李宝库，李宝库，这是关外的名角啊，关外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看病也有一套，是是是是。没有啊，您说的都不对。后边、啊、还能看病吗？我记得怎么看病啊？两口子对口的吗？是吧？不是不是、啊、那跟那宝字没关系，底下就文字的吧。文字是哎，苏文茂啊，对，魏文亮，哎，张文顺啊，对对，有的吗？李文山、王文林、邢文昭都是这辈的。崇文门、崇老先生那岁数大，老先生什么呀？好几百岁。名啊？啊，没有吗？崇文门不是地名吗？是吗？我们后台有跟别人不一样的，嗯，云字的，啊，对，啊，按说来讲呢，别人家没这么叫，对，相声界呢，嗯，也没有这么称呼的，是没有这字儿，是不是？嗯，这是我们后台张文顺先生给出的主意，单一规矩。说德纲，你在收学生啊，嗯，给他们名字里加一个云字儿，哎，占这个字儿，便于管理。对，因为张先生特别喜欢那个云字儿，是他家里边那个书房啊，叫听云轩。哦，海为龙世界，云是贺家乡。对，有那么句话，取了个云字儿。嗯，何云伟、曹云金、刘云天、孔云龙。对，白云观啊，白云观。那也是你徒弟啊？那个还没收呢，挂名。这是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都是。说句良心话，相声界这几年不是很景气，是将星陨落呀、啊。嗯，死了多少能人呢？那老先生王世臣老先生，哎呀，那活好高人呢、啊。嗯啊，马季老师有句话，嗯，王世臣是我心中的相声巨人。你瞧瞧，这么大的艺术家，这种评论死了，没有了。搭的火葬场一把火烧了，什么都没留下，你看让人痛心的。可惜天津的刘文亨，嗯，一把火烧了，唱得好啊。高英培先生，哎呦，拉到那儿去也烧了，多大的艺术都没留下。是是是啊，有用吗？有办法吗？有辙吗？没有办法，都烧了。嗯，但是从今年开始有好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北京市政府制定一个条例、啊、严禁在路边烧烤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为了我们相声界啊，过爱的啊，跟这没关系啊，不是为了咱们弄的吗？哎，我们这是没听说过啊，不是啊，没有，
没告诉我这个什么呀？您就看看我们这上的不掐孜然辣椒面什么的。哦，您感谢信都写好了，我什么？没，我拿左右手各写了一封感谢信，我也撕了。你这事闹的，算我没说啊，算我没说，嗯，白费劲了。我们还去世一位老前辈，啊，少郭爷郭全宝，哎呀，老先生，老前辈啊。对，去世之前我到家去看过他。哦，老头很乐观。别劝我，哦，自己知道不行了。哎呦，小子，好好干，嗯，错不了。哦，给于谦带个话，说我什么？让他上头里等我去。啊？我上头了去，结果他也没去。废话，他就是不听老前辈的话。对，这不能听这个，知道吗？对了，上回说了好几遍，都让头里等我去，你们都没去。嗨，他临死老叨我干嘛呢？这你就说这意思，想着你们呢。啊，想着你们呢啊。说明相声啊很难，是我们这行的成才率很低。哦，出一个明白人就不容易。对，来一千个孩子学相声，嗯，最后落下一个，嗯，这一波就没白教，不容易了。这四门功课，嗯，坑蒙拐骗啊，嘿，头一个字坑，这一字一字讲啊，怎么了？没有说学逗唱吗？哦，改了，压根就这个，是吗？啊，说学逗唱是吧？对。说学逗唱是头一个字是说，嗯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让您得听得见。哦，你坐在哪儿？地下室也让你听得真真的。是啊，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节目。什么呀？贯口类的作品。哦，报菜名啊，对，是不是？是大罐满汉全席啊，嗯，菜单子呀，是吧？这不一伙吗？这不是？我蒙住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您就这词是怎么着？就这一背，当当当当当，不能忘了。对啊，不能忘，忘了还叫什么贯口啊？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，不能忘。对，对，回去好好的背去，知道吧？嗯，挺顺，你知道吗？还顺呢，您这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鱼香肉丝啊，鲜椒土豆丝。哪有这菜？干椒豆腐没有啊？您再出一碗卤煮火烧一会儿，是吧？反正是不能忘了，啊，不能忘了，得下功夫。那倒是，不下功夫不行啊。嗯，包括这个唱啊，唱唱分两种，嗯，一种是学唱，对，一种呢是本门的唱。哦，本门的唱叫太平歌词，对，说相声都得会这个。这是本功，其实就两句，嗯，一上就是一下就是两句，来回叨叨，哦，倒着唱，唱好了可不易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哦，也没有乐队，哦，你后边坐一万人的乐队，这好蒙，哦，一个人这难弄，对，没有乐队拖着，你要不会唱，弄不了这个，是吗？哎，你带着板了吗？哟，你看今天失误没带，把鞋脱了给我啊？那出响吗？那个跑台谁带着板了？谁有吗？都拿副玉子来，我给大伙唱一段。好啊，你这事闹的。谢谢各位。嗯，我有多大劲儿，使多大劲儿啊！我唱一段四万五千多句的啊，等不了，能唱三个多月啊！哎，剪小段，让大家坚持啊，中途不要退场啊！对，上厕所怎么办呢？啊，就地解决。过啊！剧场不干啊，后边的占便宜。嗯，头里边游泳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全留在头了来了吗？点小段来吧。平时唱总唱什么白蛇传呢，干道会啊，其实我们很多那种小段二十句三十句的也挺有意思。是今天赶上这么一个机会，嗯，三五句对不起大伙儿，嗯，唱一个不经常唱的太平歌词的小段，哦，叫骷髅叹，好不好啊？怎么样，唱了吗？就怎么样，你就听嘴里的干净劲，你知道吗？你没唱呢，没听见。庄姑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倒在了陈家，那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个葫芦来，葫芦里拿出来金半粒，那一半红来一半白，是男汉，那白腰铃指的是女裙钗，敲开牙关
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马，叫了声先生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衬我那小鸟马，怎不见琴剑书箫我那小鹰台，这些个东西我是全都不要，那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兴闻听着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又要速财，我一言唱得紧张哭了叹，我是冤诸位，那何家欢乐是无祸无灾。好，真不错，太平歌词，哎，好听。我说相声都会这个，嗯，说学逗唱的唱是太平歌词。对，在过去来说，要不会这个，嗯，在后台你抬不起头来呀。怎么呢？你看四门功课，你缺一门。啊，少一门，人都挣100块钱，你挣75，哎，这短一门的。所以在后台人都玩命学，那会演员都知道要脸哦。咱一解放，一有工资，救了一批人啊。对啊，不用瞧这个，是吧？这是正门的唱。嗯，刨去这个之外，再唱唱什么都很学。哦，都是学唱，剩下的就都是学唱了。哦，你唱歌也罢，唱戏也，唱大鼓，唱小曲，不管你唱什么，都算学唱。哦哦哦，离着咱们最近的，是就是古曲。哦，曲艺形式，曲艺是咱们的本家啊。对对，跟相声一块儿，你说京韵呐、啊、西河呀、啊、京东呀、啊、烙亭啊、铁片单弦啊，嗯，很好听。对，但是很多曲种现如今也不景气。甚至有的已经失传了，没有人唱了吗？比如说过去有一种叫竹板书，竹板书跟快板一样，打着七块竹板，嗯，唱长篇的故事，大书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哦，这说了说差不多，抄起竹板来呱唧呱唧呱唧，这唱唱差不多又撂下接着说，嘿，这有意思啊，好听啊，是吗？这是老北京的东西，那什么味儿啊？给大伙学段竹板书的唱腔，哎，嘿，好。半打毛竹，书又归了本正，打起了我的竹板，书归正风，是才间唱的本事，半不贪书，前后七过端，还有这么两三段呀，没有把它交代清，那里头丢来哪里找，我是哪里接着把它唱，那里头忘了我就把它说来，你们各位接着听，奉请在座的众民工，因为我的热闹更好听。这个味道的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还有咱北京的小凤调，小凤调就是北京的铁片大鼓。哦嚯，这可好听，没有唱的了。是是，好听啊。嗯，春雨折春，金鼓天，下马儿忙心呀，二叔相连，秋叔不秋，寒霜季。雪雪中小大寒，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，清明这个佳节都把分了远，死去的两家的女儿孙祭奠，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，嗯，哎哎哎呀，甩腔那个小凤调，嗯嗯，这段叫做劝妓女，哎，有这么一段，后来改了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劝于谦啊？没有，没改啊，没改啊，没改，又改回来了，又改回来了，什么改回来了？啊，压根儿就没改过，没有了，这段没有人唱了，啊，还有东北大鼓，咱们这边听的少。东北大鼓，东三省还有哦啊，好听，有浓郁的东北风味。再学一下啊，有这么一段，嗯，叫做《剑阁闻铃》，唐明皇一真飞，好听，一真飞，哎，一唱出来这个味儿了啊！叹君王万种的凄凉，千般的悲痛，一心四醉。双
修出岭里，路迢迢涉水高山，哪关景好容易碰到了修工，歇歇倦体，偏遇着冷雨凄风，珠残切里的奴婢中间隔中有怀难的唐天子，听窗外王叔的爹中所想生的一个奴婢中忙问道，外面的声音却是何物也，领中的雨点和那檐下的金铃啊，好好好，真有东北的味儿，这是东北大鼓。平时咱们听的更多的呢是京韵大鼓。哦，这个是天津北京，这是咱们当地的曲种，都爱听这个。过去三大流派是刘白张，对，后来是刘白洛少白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白派好听，白派有个他自己的特色，他的特点是凄凉婉转，对对，有意思，哎，好听。有这么一段叫孟姜女，哦，哭长城，嗯，不错，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，为了自己的丈夫范喜良，对啊，连秦始皇都听说这事儿了，嗯，说这个有这么一个女人要见一见，是一见面，哎呀，说这个太漂亮了，哦，想把她纳为自己的妃子，嗯，孟姜女没有答应，对，投怀死了，哎，啊，当时还留一句话吗？叫什么？啊、说秦始皇，你这个流氓、嗯、啊，你想怎么样？话、啊、你想怎么样？你敢、嗯、啊？后来刘秦刘敢吗？啊，秦刘敢啊？那时候留下的吗？这个我也纳闷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哈，不是。算我没说啊，算我没说。嗨，又没说，算我没说啊。甭瞎琢磨了啊！孟姜女那段唱多好听啊！哪段啊？白派京韵大鼓吗？瞧一瞧，风间春秋，嗯，秦始皇，哎，修造长城大名扬，嗯，海尽苍。天下看独留四海归身上，焚书坑儒凌辱教化，哪管国乱仁义的张狂，唯有这范喜良之妻孟姜女是一团乾坤正气，真烈鲜亮，国昌世无双啊！不错，这段我很瓷实，是啊，我这段唱的最好啊、因为我这我家传啊，家传，我媳妇儿唱这个，您媳妇唱这个的叫家传家传吗？有这么传的吗？很希望我唱好这个，啊，这也算是望子成龙了。嘿，到这儿您真下本啊！少说话，嗯，对呀、啊，您老不让我说话，这嚼我。这是京韵，嗯，我最熟悉的是西河大鼓。哦，西河，西河大鼓是来源于河北省的民间。哦，京津两地出了无数的名家。是吗？啊，天津的燕桂荣老师，嗯，郝家，哎，唱的西河世家，嗯，北京的马家，对，还有田派西河，哦，多好，小段也好，大叔也好，都好听，尤其大叔有的时候有意思，嗯，大叔嘛，这一部书仨月也是他，长篇，俩月也是他，嗯，有的时候难免唱词里边兑水，怎么还掺水呀、啊？你这为了抻时间吗？有的时候打鼓这一唱啊，嗯，一开书吧，嗯，连唱三五十句，哦，你就不知道唱的是哪一处，啊，你就不知道是哪一部书，唱三五十句还不知道是？你看看，
三五十句你不知道哪出，不能够啊。你看你看你是干这个的啊，你也跟这行待了这么些年了，是啊，啊也算老艺人了啊。那倒谈不上，等我们今天也准备给于谦搞一舞台生活三个月庆祝活动啊，这就甭庆祝了，还没入门呢这个啊。咱们今天这样，我唱几句你听听看，能听得出来是哪一段吗？哎，这倒可以。咱们要唱就好好的，连鼓带弦，咱们认认真真的来好吗？甭套的，好好好。来，请先生上来。来，把我这工具搁在这儿。嗯。啊，鼓来了。嗯，反正，哎对，哎，把先生。太近了。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曲团著名弦师。张长济老师，是，这是白宫御用的弦师，是啊，给布什弹的，嗯，据说白宫广场升旗的时候，就是他弹美国国歌。哦，让张老师款动丝弦，嗯，我唱这个，好，连大伙一块猜，咱们也听听，在座肯定有老曲艺观众，哎，您听得多，见得广，是，倒要看一看这是哪一段，哎，唱的是什么啊？嗯，于老师也听一听，对，我听听，主要说说你，啊，张老师弦定好了吗？嗯，好了，好了是吧？来，好嘞，咱们这就开始啊，嗯，好。好嘛，有人搞破坏这是，嗯，我瞪出眼他看见了是吧？
听不出来这个。你看你也干这么长时间了，干仨多月这了啊。啊这哪个？不是，这干三十多年也听不出来这个。啊，这歌的哪个处理都能用。是啊，套子话来回叨叨。是我说没听出来的。这还没开书呢。啊，开了书更可乐。是吗？疆场之上，俩人打起来了。哦，你问我叫什么，我问你叫什么。通明性。来回叨叨好几遍。哦，还不像戏台上这简单。是。哎，两员将架住了，来将出名。哎，小女子于谦。对，那个。老有我呀，这里头。没你不热闹是吧？这有我更热闹了，这就唯独西河大鼓这里边，嗯，俩人一问姓名，得折腾好几番，是吗？而且到最后你还不知道叫什么，折腾半天还不知道叫什么，你不信呐？咱们听听，咱们接着来。现实生活之二，非出事不可。没有这样的。某天深夜，于老师背一大包袱，我啊，跟北京在那徘徊。嗯，来呀，警察，姓什么叫什么？嗯，干嘛的？你问我。嗯，头辈也有名姓。嗯，二辈我父也有名。是，祖爷祖父知正理，问我的名，下边再听。哎呀，打他！废话，那还饶得了你啊？对，没有跟人这么贫的这个。最可乐的是开书之后唱着唱着他忘了。哦，还有忘词的时候，忘了之后他接着胡唱，这最可乐了。这瞎唱啊？顺着往下顺嘴乐了，是吗？哪儿也不歪，哪胡说八道，把自己绕到里头。哎，这热闹，咱们有一回我听刘公案。哦，刘公案，刘罗锅私访下山东就唱乱了。哦，越听越好玩。哎，咱们来了，咱们学这个啊，看什么意思？哦，没准没准有人。大街上来了人工马，有武有官，有这有道有几对铁板，还有几对棍，几对家伙，几对手。Oh.
一位老道，老道仙风道骨，果然是威风。哦，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，不是真老道，一步天空，名叫刘勇。刘大人四方离了北京地，刘大人四方离了北京城，刘大人四方要往山东去，刘大人四方就下山东，刘大人不往这个湖南去，刘大人不去山西太原走，说什么刘大人不往这个两广去，刘大人不去关外奉天仇，您要问刘大人他往哪里去，一心四方他要下山东，还是山东啊。这位刘大人啊，这位刘大人哟，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，还是废话，其实到这儿应该是啊，一股旋风把路横。对呀、这后边接着沈怀玉，旋风告状，忘了是往前走啊，怎么着？想在心中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刘大人买个酒把叫来下，哦，大步流星他奔了正东，有事儿往东走了二十来步，哦，转过身来就往南行，嗯，往南走了啊十五六步，扭过头来他就往西行，刘大人，各位刘大人，刘大人走着走着，怎么着啊？他就站起来走啊，一直爬着来了，好嘛，一座民宅，紧对前胸。刘大人伸手开开门双扇，开门正房不远，紧对前胸，进去吧。刘大人迈步就把正房进，好，离间不远在面前等，刘大人伸手开开门双扇，进屋炕头